学生郭德纲向我的衣食父母们致敬。对，这么冷的天儿啊，大老远的，嗯，跑到这儿来看我们演出啊啊，说明什么了？说明什么呀？说明大伙儿对咱们的传统艺术是非常喜欢。对，常听相声有好处。有什么好处？对身体好。哦啊，哈哈一笑，嗯，对身体太好了。是啊，没事就来，嗯，听完相声心情高兴，什么事儿都高兴。是吗？包括演员也是一样。哦，演员也是。后台这些老先生为什么愿意来说相声？为什么呢？说完相声心情一高兴，嗯，瞧什么都痛快。哦，回家也好啊，干嘛的也好，都是喜事儿。是啊，张先生就如此。我就这样，这儿说相声来哈哈一乐，心情高兴啊，一回家又一件大喜事儿。什么喜事儿？老伴儿给生一大胖小子。没那事儿了。呵，四斤多啊。不可能了啊，这岁数不可能了。我就说这意思，奔七十的人了还生孩子，是不是？就说这意思。哪意思？常听相声有好处。哦，是不是？嗯，有的朋友对我们很熟悉，对，也有的朋友是头一次来，也有头来。学生叫郭德纲，您相声界的一个小演员，后起之秀。哎，秀是秀了好些年了，嗨，也没人认识我。干这么些年，除了我们家里人，没人认识我。也有认识，多惭愧啊！走了街上没人认识啊，站在王府井那儿，嗯，劳驾。嗯，你认识我吗？我说相声呢。那位说什么呀？哎，哎，您走了呢？还是不认识？张先生也是这样啊？认识我的也不多。别瞧干一辈子了，嗯，把你搁到王府井也这样。是吗？哎，你认识我吗？我张文顺。啊，呵呵，哎呀呵，大伙儿对老先生很尊重，是吧？啊，尊重打一嘴子。很尊重，有私人恩怨这个单说啊。打我的都认识我。哈、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只能是。努力提高，哎，啊，把相声说得更好，是，把最好的节目奉献给大家。哎，这不假。张先生是老演员了，嗯，就是岁数大的，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。嗯，咱们互相帮助。很多节目，很多表演的方法，你不知道，嗯，问谁去？问谁？得问张先生。啊，互相研究。老先生能告诉你，张先生不光是能耐好，人性还好。应该这样。哎呀，在相声圈里你就挑去，没有这么好的人了。是吗？真的啊。哦。孝母赛。专诸，您这专诸是位古人呢。嗯，哦，我能跟他比？这您知道？知道。过去有一位专诸啊，刺王僚的勇士。对呀、啊，了不起呀、啊。嗯，虽然说这主挺蛮横，嗯，但是孝顺母亲。孝母在外边跟人正打架呢。怎么样？老太太知道了。嗯，告诉儿媳妇拿着拐棍出去，让他看看去。他妈的拐棍。嗯嗯，拿出来一瞧，马上就不打架了。这是专注，就这么大的作用。瞧瞧，孝顺，孝顺。张先生也是如此。我也这样吗？呼，嗯，全家人坐一块儿吃饭，把老太太供到上边。那是我们一家之长。拿起碗来给老太太盛饭，杠尖儿杠尖儿的，盛一满碗。做儿女的应该的。虾、肉，好吃的鱼、嗯、鸡，弄好了端过去，递给老太太先吃。我妈，老太太感动了。哦，我妈，多好的儿子啊！是。刚快刚要吃啊？怎么样？张先生又接过来了。哦，上岁数了，胃口注意啊，少吃少吃啊。对，这个先给我媳妇儿这个。来来来，我这直接递给我媳妇儿就省事了啊！别拿我妈打幌子。有街坊串门的啊？哦，让人看看，让街坊瞧瞧，让人看看。你说这都没这事儿。要不是你对老太太这么好，老太太能活到四十岁吗？是不是？四十岁就饿死了。咱说良心话，真的。怎么呀？我妈活九十多、啊，受罪到九十多岁。什么叫受罪啊？啊，跟着我享福了，享福了，嗯，跟着您享福了，嗯，所以说您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啊，互相学习，是不是啊？相声是最简单的，也是最复杂的，哎，四门功课，吃喝嫖赌，那是你们，那是你们，啊，我们是说学逗唱，你那是解放后改的，谁改的？啊，坐地根儿就这样。叫什么？说学逗唱。说学逗唱，对，四门功课，这不假，不容易。嗯，哈，多一个字观众也不乐，少一个字观众也不乐。尺寸，这里边还有心理学的东西。对，美国总统四年出一个，啊，好说相声二十年未必能出一个。这俩不能比，嗯，非常的不容易。哎呀，这四门功课里，我认为最难的就是学。哦，学它比较广泛。嗯，既得学说，还得学唱，哎，要学表演。科目太多，您学各省方言，对，学个老人说话，那怎么学的？学个小孩子的举止动作，也得学，是不是？是，这都得学，是学唱，啊，那是更得学，学个唱戏、唱歌、唱大鼓、唱曲艺，对，这得学，嗯，包括街头叫卖，都是我们的老师，对，这货卖声，
现在当然没有了啊。现在？现在大伙都知道广告二字是很重要的。对。报刊呢、啊、网络、电视、电台。嗯。不管您做什么生意 啊得有广告。媒体太厉害了。过去行啊。过去呢？过去没有这个。哦。就有个私人电台。有个电台。小生意你也做不起啊。小买卖没本儿。同仁堂行了。对，六必居行了，大买卖，你卖耳朵勺的，那又怎么样？做回广告啊，这四十年白干了，挣不出这钱来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就得指着什么呀？指什么呀？街头叫卖哦，穿大街越小巷、嗯，凭着肉嗓子，嗯，把自己要卖的货吆喝出来，自个儿宣传自个儿，九腔十八调，综绳翘扁担，东西南北城，北京城是最讲究吆喝的啊。就拿卖菜来说。买，您说是吃这个鲜菜，挑着一个挑，嗯，前后的箩筐，嗯，十几样青菜，一口气把它吆喝出来，就跟唱歌似的，是吗？有点意思，好听啊。咱们学学老北京卖菜的、啊，哎，学学卖菜。这一捂耳朵，嗯，哎，香菜、辣青椒，哎，高松嫩芹菜来扁豆，切的黄瓜加冬瓜，买大海切，买萝卜、胡萝卜、扁萝卜，那了眼的香椿的刺儿的，好韭菜。这嗓子，就这一嗓子，怎么样？站在长安街上，连通县都听得见，全多远呢？通县还有一卖菜的，嗯、俩卖菜的。废话，四十里地听得见吗？我以为声儿大。哎，这是卖菜，卖菜的。过去卖糖葫芦的也吆喝，冰糖葫芦。这个月份出来了啊，街上多啊，各式各样的。过去来说，东西南北城是各有不同。哎，不一样啊！北城是最讲究。北城，他这个深宅大院居多，院子太深。哎，吆喝起来要求是悠悠雅雅、飘飘荡荡，要拉长音儿。哎，米来冰糖葫芦来呀，葫芦。这是北城的、嗯、南城小街门居多，对，吆喝起来比较短促。哎，张先生学这个，我从小在南城住，嗯，我们这边吆喝省事，怎么吆喝？也这月份，嗯嗯，呼儿刚站得，瞧见了吗？哎，这有点遗传吧？你看，什么叫遗传啊？啊，南城就这味儿，好听啊。哎，这个糖葫芦到了天津就不叫糖葫芦了，叫什么？叫糖墩儿。哦，糖墩儿，也不知谁起的名字啊。嗯，糖墩儿。哦，哎，写就是一个土堆儿哈、哦，土堆儿的堆儿，拿糖给堆哎。哎，糖堆儿。哦，堆儿，吆喝起来就吆喝一个字儿。哦，吆喝这堆儿，光吆喝这个堆儿啊，堆儿啊，这倒省事。那大货柜的糖堆儿，哎，有点意思。天津红桥去有一个人吆喝是与众不同，他怎么吆喝？哎，就是没有糊啊。这什么意思？就是没有核，这形容这红果干净，一刀切开了把籽儿 K 出去，就是没有核。哦，介绍产品的特点。哎，就是没有核啊。他怎么吆喝啊？哎，因为这声叫卖，他成品牌了。怎么样？跟前好几家，他不卖完，别人开不了张。那好办，跟他学啊。嗯，挨着最近的有一个人也跟他学。对，哎，就是没有核 啊，一分钱都没卖。那怎么回事呢？他是卖核桃的。嗨。卖核桃就别学他了啊！我以为卖糖葫芦，不能随便的学。对，天津还有一种卖药糖的，吆喝起来好听。哎，有小伙子居多，北京也有，是不是？对，天津人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，干净，穿好了，漂亮。晚上有这么一个玻璃盒子，嗯，糖块都码在里边、嗯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白的，各种颜色。哎，点上小嘎子灯，挂在脖子上啊，顺着大街往外一走，糖也好看，灯也漂亮，人也精神。哦，吆喝起来一串一串，有浓郁的天津风味。怎么吆喝？有点意思。一端着玻璃盒子，嗯，买药糖啊，谁还买我的药糖啊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蛋，买地买，扫地扫，卖药糖的又来了。吃了马的味儿啊，吃了马的味儿啊，橘子薄荷冒凉气儿，吐酸水儿，打了饱嗝儿。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，小子儿不卖，大子儿一块。啊，天津药糖。这是卖药糖的，对，吆喝起来多好听啊！好听，是不是？嗯，过去来说卖包子的也吆喝，哎，包子，包子不一样，哦、汉民的跟贵教清真的有区别，没看两教不一样。对，这个大教吆喝是包财，包财好拜我的面儿嘞，尝着包，拿着包，尝尝包儿馅儿啊！哎，
这是汉民，这是大叫的。嗯，贵叫清真另一个味儿。他怎么吆喝？小伙计居多。哦，张嘴是这个味儿的。嗯，谁有那皮儿的脸，白肉的脸，发了面的包儿又热来。好脆。贵叫清真。哎，山东济南有一人卖包子，能把人吓着。他怎么吆喝呀？就是在车站旁边天桥底下，哦，吆喝起来这个味儿的。嗯，来吃包子，吃包子，一口咬出个牛肚子来人。哦，那多大个的包子？牛都包子里头了。形容馅肥。天津包子是天下闻名。哦，狗不理不吆喝。为什么？人家是做商，大买卖，非得是那个串胡同的。哦，六七十岁一位老大爷，嗯，挎着个小篮子，嗯，有几斤包子啊。晚上呢卖夜宵，哦，夜里十一二点钟，嗯，胡同里边就吆喝俩字儿，哪俩字儿？肉包。怎么吆喝？这个肉字出来你听得见，包字出来特别小，顺着空气就走了。是啊，肉包，嗨，肉包，这够慢的。嗯，半夜十二点睡醒一觉啊，你听窗户外边他那叫上了，啊，肉，接着睡你的。嗯，早晨起来洗洗脸漱漱口，推自行车上班去，一出胡同你听他那爆，一宿没走，转天又出来了。我以为待一宿呢。哎，这是卖包子的。卖包子，在这个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卖针的，吆喝起来有意思。您说是做针线的汤针？哎，咱们家做活呢，大针。哦，啊，几号都有。嗯，地上铺块红布。哦，把这针都码好了。手里边有一块小木板，这干嘛用？哎，拿起这针子往上多，瞧瞧，这一年准是五个，呵，按号排列啊，手里不能乱了，嘴里还不能乱了，瞧瞧，有点意思。一捻这针，也好，这个钢针倍儿上多，武松打虎惊羊婆呀，十三这个太保李存孝，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呀，曹孟德带领人马把这三万江东过呀，张翼德一声喊，喝水八喝，哎呀，我嗨，瞧着眼睛都多脸上了啊。这手里得有准儿，哎，有准儿，没准儿干不了这，嗯，是不是？现在说有这个吆喝的吗？现在少了，也有，是吗？也有，有分这么几种啊？哪几种？有的简单，你先比如到天津去啊，有收废品的，收废品怎么吆喝？推三轮车啊，下岗职工，嗯，张嘴有意思，就一句话，下岗职工专业收废品的来了。这位自个儿琢磨的，就一句很简单，嗯。还有就是咱们外边看那个卖工艺品的。卖什么？好些个那工艺品，塑料的、骨粉的，嗯，那个龙啊，弄个缝搁在这儿，手里拿一榔头啊，怎么样？这一边叫唤着，一边拿着锤子砸啊，哦，十块钱都不花，怎么当个企业家？呱，都砸了。有这样的，这是一种哦，还有成本大套的，是吗？卖十三香的，您说是调味品？嗯，老太太们可能有印象啊。哦，农贸市场有时候摆一块塑料布，对，一个一个的小兜，嗯，里边都是调料面啊，手里拿一张四方的纸，嗯，这手拿一勺。咬着这东西往这纸里边搁啊，呼，成本大套，跟唱戏似的，一边快一边唱。唐山人居多，您给想想这个，有点意思啊。嗯，小小的纸儿啊，四四方方，东汉蔡伦造纸张，南京用它包绸不断，北京用它来包文章。此纸落在我的手，张张包的都是十三香。夏天热，冬天凉，冬夏离不了这十三香。赛过王母，蟠桃不烟，胜过老君的仙丹香。八洞的神仙来拜访，才知道用了我的十三香啊！哎，好，十三香，卖十三香的啊。要说最好听的，是得说是卖布头的。哦，过去了，天桥有。哎，过去来说，其实这布啊，嗯，都是整匹的布，整匹布往下撕，往下扯，嗯，为了这样卖呢，能多卖出钱来。对。所以过去一开玩笑，嗯，卖布头的经常说自己有势力。有什么势力？我们都是司令部的。啊，哪司令部？就是司令部的，哦，把整部司令了，各式各样都搁在这儿，嗯，各地都有啊。是，天津也有卖布头的。天津有吗？背大包袱哦，大包袱背好了，嗯，弄一尺塞在脖梗这儿，哦，走街串巷，嗯，胡同里边张嘴就吆喝。他怎么吆喝呀？俺买布头一多三二多元，买家给孩子们做裤，他那大伙小块健康裤，怎么那你看什么？哎呦！你乍一听，你听不清楚什么词儿啊？细听叫胡喊，嗯，嗨，胡嚷嚷，这是天津卖布头，
北京的布头是最讲究了，讲究吆喝，呵，讲究腔调，讲究韵味，是吗？有点意思。哦，今天这样啊，啊，咱不耽误功夫，嗯、给大伙学学这卖布头的好不好？学学这个啊，嗯，要学的话，您得帮一个忙。我帮什么忙？因为卖布头一般来说是两个人，俩人。哎，一人跟这儿卖，旁边有个小伙计要帮衬一下。哦，那、啊、因为要后边我得让价啊，啊、哦，不好卖的时候自己往下让价，让来让去你得拦着我这儿。我来一下。哎，很简单，掌柜的，别让了，再让就赔了。掌柜的，别让了，再让就赔了。啊，这不行。这个词儿是简单啊。啊，那个从内心来说，觉得这是个真事儿。表情啊，对对，那肩膀还得高点啊。你下来了不就没笑了？你上去了。甭管这个。嗯，掌柜的，别让了，桥本赔了。嘴里没劲。掌柜的，别让了，再让就赔了。呵。这个是吧，这会了跟真的似的。对啊，来，掌柜的，别让了，小本儿再让就赔了。这都长了尿点了。嗯，会了吗？会了。这就开始，开始来了啊。啊，好嘞，别忘了啊。嗯，走了快一块布。哎，这块是白的。嗯，张嘴吆喝怎么这么白是吗？嗨、嗯、嗨，吆喝着买爱了吧，吆喝着买了我这不打尖了吧、哦、不要那一桩、嗯、再来这一桩，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，瞧瞧这块布、啊、你看看这个色儿、嗯、没有包边，没有褶儿，没有窟窿眼儿、嗯、这是什么色儿？什么色儿？这是本色白、哦、它怎么这么白，怎么这么白，气死头场雪，这不让二路霜，气死了头号的羊白面了吧，不错，气死赵子龙、哦、也不让小罗成，谁见过雪白袍的啦，在小马超、哦、不提这种白，不单提这种布，买到家里去，封被单啊，锁被里啊，财门帘，你咋哭管去吧、哦、金铺又金盖、嗯、金洗又金晒、啊、金拉又金拽，这金灯又金踹，这不睡觉折腾什么呢？这人被窝有鸡了狗子，嗨，十年这八年该不坏了他、哦、说锥子锥不动、啊、这钢针扎不透了，你是多么快的剪子就搅不动他，那大褂没法做、啊、这是锅炉货，这事儿就是吆喝半天没人要，把它扔到一边，又拿起一块来，怎么样？这块是黑的、哦、吆喝出多少古人名来，怎么这么黑？嗯，说不要那一桩、嗯、再来这一桩，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，刚才是块白、嗯、这块是块黑、哦、它怎么这么黑，怎么这么黑，你说怎么这么黑，真正烟熏灶，这烟没掺没灰，这个屎壳郎那钻炕都没有他来黑，包公扎麻花啊，黑了个粉儿的，他怎么这么黑，东山送过炭，这西山挖过煤，开过两天没了厂子，卖过两天没了他把，背过两天没了这把，看过两天没了这把，送过两天没了这把，当过两天没铺的二掌柜了吧，是喽，不提这种黑，单提这种布，这黑的就是青，这青中走着亮，真正德国染，真正是德国人制造这种布儿的、啊、起面三不怕，什么叫三不怕、啊、他不怕洗呀，不怕淋啊，不怕晒呀、哦、任凭怎么洗不掉晒呀，这是黑布，漂白，漂白不掉晒呀，别这样了，说不要那一桩、啊、有来这一桩，桩桩件件大不相同不一样儿的、哦、这块呢叫做青玉的商标，因单是林布尔的、哦、那位先生说，说您要不知道，你遇上一个窍，你够奔电车刀，你上了摩电车，你买张电车票，那电车怎么一绕的这吧，叮叮当当就要到了吧，到了前门外、哦、你够奔大石碗，你找了八大乡，什么水林乡，那水增乡，那广盛乡，那义和乡，那个乡一号，那个浪花头条，左边朝南环，那有个浅香一儿的八大香，站在柜台那儿怎么样，点着名的要、嗯、点着烟的挑，顶少的价码得四毛八、啊、没有四毛八你也买不着，这么宽的，这么厚呢，这么紫米，这么米，这么价米，这么起不搭，为什么卖这么贵，挑费是大、啊、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是叫找他掉了吧、啊、那常言道的好，这面了罗里转的，让猫着出子在那养身上了吧，了您就别忘了这电大，这可这可大的提着点了吧，到来我这个摊儿，您公您要香，一个样的货，一个样的尖儿，一个样的行市，谁还买，大道边那小道烟的，马路鸭子摆小摊儿，那小门脸的小布眼，小四合小布眼，小四合眼的这个碎板头二零八块了吧，不讲哪位先生说、啊、卖多少钱一尺，多少钱，站稳了脚二掏一掏，吃损万家有钱了吧，好，一掏五尺汤，对，两掏整一张、啊、三掏一丈五，对，
大尺量啊，足够您一张留了吧？是这块布头怎么样？又宽又长，还得大高跟、啊、还得个三老粗的大个胖子，没错，一大四大，好的，大脑袋瓜儿，对，大脚不尖儿，大屁股蛋儿，错，没事，说反了，说反了。还得两条大锁腿了吧，肥肥大大的足一高了吧，对，穿在身上走在街上，大伙这么一瞧，嘿，真不知道你了是了哪了鬼的大掌柜了吧。好，那位先生说卖我头二代，你给我抱上吧，你给我裹上吧，两块八毛我预备好了，这事儿呢要卖我还不卖了他，怎么了，怎么回的事儿，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、哦、小徒弟知道我没打手工钱、啊、我饿了崴的生个芝麻还得让他，他精致的粗布白布了大白布了吧，他要学好了那就是花子哥了，什么礼服你三月里开呀花儿，花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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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走了吧、哦、这么两块八那边还不要、哎、不要不要紧，怎么样，什么又叫本了，我是哪个又叫砖，咱是赔本砖吆喝，让去两毛您给两块六、哦、再去两毛您给两块四，让去两毛您给两块二，我去五分了，让五分了，没五分了，让五分，两块钱的撤钱你了给了吧，两块钱的好茶也短着喝了，他是大洋你就给两块整的块，这么两块钱不能把它扔到家那完好意思，他那烧个一个粒的，烧个一个整的，烧个一个蹦子也不能卖了他，这么两块钱那边还不要，这样闷个咯噔噔，两块大洋我打破了他，一个一块九，哪个一块八，瞧本一个六一块五，再要是不让这一块四了吧，这么一块四、啊、那边还不要，不要不要紧，这红脸的汉子我脚顶了他，我让八毛我去九块，还得给他钱，这个倒找钱啊，看一万。